园林女孩都有这样的烦恼。哎，你看他表的人性化了吗？好好看啊，看了进去觉得好好看啊。我也觉得。那我呢？嗯，很可爱。那同样是园林女生，我们借鉴季学姐的化妆思路，也能变成明艳大美人。Thanks。妆容的重点就是干净统一，脸上的颜色不超过三个就会显得高级。眉毛画有眉峰的海鸥眉，注重毛流感，可以综合圆脸的钝感。眼影用冷棕色，简单铺色晕染，加深眼眶的轮廓。黑色眼线，眼尾上扬，增加气场。一定要加强睫毛，放大五官亮感。口红就用低饱和色系，视觉重心上移，圆脸显脸小。来吧，镜头拉近，小手挡脸，走切。Maniac， 那是半斤的丑到你成 Maniac。如果你是自拍很好看，他拍就像大饼一样的分散性长相，跟我一样五官小，面部留白多，可以通过放大五官来减少面部留白，实现颜值最大化。眼睛是放大五官的重点，纵向和横向双重放大，这叫什么呢？叠红蓝 buff。 纵向的重点是卧蚕和睫毛，用大地色铺满眼皮消肿，单眼皮可以贴个双眼皮贴，刀锋刷蘸取修容色，在眼球正下方向后画出卧蚕，鱼粉带过前面，贴这种日常遇上镜的假睫毛，很自然的纵向放大眼睛。横向的重点就是眼线，分散性长相一般五官分散，眼距宽，所以要通过眼线拉近眼距，用手拉开眼角，眼线胶笔填充上下眼角，眼尾眼线轻轻上挑，不能平拉出去，会让两眼看起来更分散。来吧，镜头拉近，小手拉脸，走切。园林女孩都有这样的烦恼。哎，你看他表的人性化了吗？好好看啊，进去觉得好好看。我也觉得。那我呢？很可爱。那同样是园林女生，我们借鉴季学姐的化妆思路，也能变成明艳大美人。Thanks。妆容的重点就是干净统一，脸上的颜色不超过三个就会显得高级。眉毛画有眉峰的海鸥眉，注重毛流感，可以综合圆脸的钝感。眼影用冷棕色，简单铺色晕染，加深眼眶的轮廓。黑色眼线，眼尾上扬，增加气场。一定要加强睫毛，放大五官亮感。口红就用低饱和色系，视觉重心上移，圆脸显脸小。来吧，镜头拉近，小手挡脸，走切。Maniac， 那是半斤的丑到你成 Maniac。Maniac， 普通圆脸女孩看到爱豆女明星，哎呀，烦死了，为什么我不长这样？那么圆脸女孩该如何运用女团妆呢？四个字，放大优点。比如张元英这种眼神拉丝的兔系妆，咱们就需要把可爱和精致最大化。杏色给眼皮打底，从后往前带到眼头，粉色画下眼睑，用亮片点涂在上眼皮中段，增加灵动感。眼线先下拉再上扬，开下眼头，增加精致感。卧蚕前后窄，中间宽，让咱们的眼型呈现一个聪明的状态。再贴上假睫毛，用液体眼影点亮卧蚕和眼头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最后同色系腮红打在面中减龄，口红用镜面唇釉。来吧，镜头拉近，灯光就位，小手挡脸，走起。手残的圆脸女孩化混血妆，你演鬼片呢？那么圆脸女孩该如何打造混血感？扁平脸变立体脸，三个字，不贪心。比如易梦玲这种泰妆，不执着于将五官疯狂美化，一下子纯欲美人变身混血辣妹。第一点，修容，少量多次。手残的可以直接用食指蘸取修容液，然后按压在眼窝和鼻头上，晕染自然。用修容代替眼影，拍在眼皮上消肿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侧面这样打，然后用粉扑拍开，再用高光提亮鼻梁和眉骨，立体眉眼堪比 Angelababy。第二点，眼妆。黑色的眼线胶笔填充内眼线，眼尾轻挑，全部下眼线用刷子晕染自然，然后来条细细的卧蚕，睫毛夹翘，贴这种整根的假睫毛，下睫毛也要刷出存在感，眉头加强毛流感，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。第三点，色彩，杏色腮红打在面中，让面部看起来更饱满，奶茶色唇釉减弱妆感。来吧，镜头拉近，走起。园林女孩最常听到的词语，你长得好可爱呀、啊！可爱，可别人都是。哇，你看那个美女，啊、哦，好有气质啊！那么园林女孩该如何成为气质独特的美女呢？三个字，矛盾感。园林女孩搭配中式古典妆，就是可爱和气质美感相碰撞。妆容的重点在眉眼，细长的柳叶眉增加妩媚感，
眼影用棕色铺满，眼尾连接眉尾，红色开眼角，眼尾眼线调整眼型，让眼睛看起来像细长的单凤眼，增加古典气质。修容从眉骨底部往下走，高光在眉骨处和眼头，立体眉眼。最后用唇霜画出明显的唇形。来吧，镜头拉近，小手把脸遮起。圆脸女孩都有这样一个烦恼，同样的妆效，自己画是凶神恶煞大饼一张，别人画却是眉眼深邃眉眼动人，怎么办呢？四个字，骨相化妆。什么是骨相化妆呢？问得好，就是立足五官，扬长避短，脸圆没有轮廓感，疯狂修容显脸妆，那就可以在脸上增加锐角和线条，比如细长的弯眉，尖尖的眼角，来综合圆脸的动感，让人的注意力转移到精致的五官上。脸侧修容轻轻带过，让面部线条更流畅。眼妆不要色彩堆积，先浅后深，注意晕染模糊边界。眼线用刀锋刷，蘸取深色眼影来画，余粉用来画卧蚕。在眉骨底部和外眼眶打阴影，眉骨用哑光高光提亮，让眉眼看起来更立体。腮红用膨胀色打在面中，改善面部凹陷。来吧，镜头拉近，小手打脸，遮些。别人画红色气眼妆是明艳动人。圆脸肿眼泡画就是双喜临门，那人就问了，肿眼泡就与红色无缘了吗？问得好，我们可以反过来呀，倒置眼妆才是 YYDS。 上眼皮用棕色消肿，重点放在下眼影，用藕粉色铺满下眼皮，红棕色加深眼尾，增加层次感，刀锋刷蘸取酒红色画眼睑下至，隐约的红色才是小心机，蘸取棕色画眼线，余粉画卧蚕，亮片点涂不要喧宾夺主，上下睫毛都要刷得根根分明，腮红和口红用同色系，上镜氛围感拉满。来吧，镜头拉近，小手当脸，走起。问题来了，欧阳娜娜为什么从之前被嘲讽的土肥圆变成了现在的富家千金？电眼呀。那有人就问了，我眼睛平平无奇，怎么才能像欧阳娜娜一样迷倒帅哥无数呢？其实眼妆只要打个底就好，重要掌握这三步，睫毛、卧蚕和双眼皮，这就叫花小钱办大事儿。第一步，双眼皮。幸运的双眼皮观众已经跳过了这一步，而我就要用到这个双眼皮贴。不是打广告，这种蕾丝的双眼皮贴是我用过最方便最有效果的，你们呢，爱买什么就买什么。第二步，卧蚕。娜娜这卧蚕一画，眼睛立马大了一倍，我们也可以用刀锋刷蘸取棕色去画一个卧蚕。不过卧蚕也不是越大越好，太大了像眼袋，这就叫金子弹打了得不偿失。第三点，睫毛。明星电眼的秘诀就是这纤长浓密的睫毛，想要方便就贴这种鱼尾仙子结合的电眼芭比，不就是我吗？然后再给妆容加上灵魂的一笔，亮片，女明星必须要亮晶晶啊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来吧，镜头拉近，灯光就位，小手当脸，走起。圆脸怎么从可爱软妹变成吊气帅姐？改变眼妆，参考爱豆的眼妆，这种眼尾上吊、眼角下勾的 S 型狐狸眼才是魅惑天花板。那我们圆脸画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先用打底色眼影铺出眼部轮廓，眼尾上扬，余粉带到下眼睑，重点在眼线部分，用手扯住眼皮，从眼尾角画一条和眼头方向平行的眼线，再从眼部三分之二处画一条线连接眼尾，填补中间的空隙。下眼睑从眼球中间连接眼尾，顺着眼头的方向向下画一个尖尖的眼头，用小刷子晕染自然，画一个前窄后宽的卧蚕，再加上。上睫毛，来吧，镜头拉近，小手拿脸，走起。